到大声唠热点，提到旭日阳刚这组合，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，当年他们的一首《春天里》可谓是红极一时，几乎人人都会哼上几句。旭日阳刚是由两个北漂王旭和刘刚组成的。2010年，旭日阳刚翻唱歌曲《春天里》的视频开始在网上流传，没想到瞬间走红。之后他们还登上了春晚舞台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歌手，他们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，过上了有房有车的生活。但是好景不长，王旭和刘刚文化程度不高，两人基本都是靠着翻唱，自己很难创作音乐。他们的成名曲《春天里》原唱就是汪峰，大家都知道原创歌曲是有版权的，因此呢，汪峰就不允许旭日阳刚拿自己的原创歌曲去商演了。这一举措直接让旭日阳刚逼上了绝路。不少网友看到后表示，没有两农民哪有现在的汪峰，感觉汪峰特不仗义。因为没有原创歌曲，旭日阳刚也很难维持下去了，两人只能分道扬镳，各自发展。刘刚依然坚持音乐这条路，他各种跑商演接广告，虽然比爆红的时候累了些，但一年下来呢，还是有近百万的收入。但是王旭的生活比较惨淡了，之前呢有人拍到王旭在地下通道卖唱，口袋里装满了零钱，但背后的两个人，一个是年入百万，一个沦落街头卖唱，差距一目了然呢。喜欢我们是朋友，欢迎你关注订阅我们。